我们看这题目。设这联立方程式翘一组解负三二一，求这联立方程式的解。那么在这里我们将这联立方程式整理成这个形式。那这时候我们将这联立方程式跟这联立方程式做对照。那么因为这联立方程式呢恰有一组解负三二一，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说二分之三 x 就是要等于负三，负二分之一 y 就是要等于二，然后 z 就是要等于一。因此呢我们说这时候二分三 x 等于负三，负二分之一 y 等于二， z 是等于一，那么即 x 是等于负二， y 是等于负四， z 是等于一，这个答案。因此在这里我们回答这答案是 x 等于负二， y 等于负四， z 等于一，这个答案。